子江洗尽。去皮，切片，放入水中泡一小时，换水，继续泡，重复3到4次，去除姜的辛辣味。放入白糖、冰糖，腌制一晚。腌制出了很多水，放入锅中，大火收干水分，不时的搅拌一下，越来越粘稠时逐渐转小火，水分快干时小火不停的搅拌，挂上糖霜，不停的翻炒，糖霜越来越白，姜片变干爽，出锅晾凉，姜片不要多吃，一天几片就好了。